县府秘书长赖正沟亲自下场，以年轻学子热舞炒热活动的气氛。2011挂三嘻哈节热舞创意大赛13日上午在县府中庭举办记者会。县长表示，至即日起到1月21日为止，开放各界热爱舞蹈人士准备参赛，预定在1月22号在八卦山大佛前广场举办。届时由主办单位聘请知名舞蹈专家办理评选，经评选获得前3名优胜者将公开表扬并致赠奖金及奖杯来鼓励。充满活力的街舞是真侪青少年朋友相当介意的活动。要迎接彰化县要伫今年来举办的百年专运会，彰化县政府将要伫八卦山洞头前来举办2011年挂山嘻哈节热舞创意大赛。佛法不离世间法啊！大家喜欢嘻哈，佛也嘻哈；大家喜欢轻松，佛也希望能够轻松。学生社团、热舞团体，还有街头艺人啊，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把你的热情、把你的豪放、把你最新的舞步，都来参加我们的挂山嘻哈节。主办单位强调，挂山嘻哈节活动将安排形象健康，而且可受青少年朋友喜欢的舞团和 DJ， 要学生的社团、街头艺人等等，要以摇滚乐结合热舞，展现青春活力。有想要参加的民众，会当伫个21号进前来向县政府报名，来争取上悬50,000元的比赛奖金。大中华新闻，刘世良，彰化采访报道。